英文字母总共有几个啊？就几个哦，啊，那个一字提示，嘎嘎三小，还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打电话给朋友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以上皆是。小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想必是个念书奇才吧？我这边有本机率500块卖你，你觉得如何？